整体的是一个包裹，整个包裹是包括了音乐，包括了氛围，包括了设计，然后体验感我觉得是最好形容的整个旅程的感觉吧。我觉得我很享受，而且很荣幸可以身为家族的其中一员被邀请到这里见证所有的东西，我很感恩。我其实是一个简单干净，然后有一点点的 final touch， 我觉得是我的感觉吧。其实为了健康，同时也是为了在状态，所以也会逼自己去做有氧跟举铁，拉筋也很重要，然后饮食也很重要。